究竟日前出席精品活动，穿着低胸香槟色礼服，露出超辣美腿，近看手骨和胸型，加上手臂结实线条，王赞实在太完美，根本是仙女。这性感程度逼得大家差点流鼻血。她自己也在网上晒了多张工作照及花絮跟大家分享，并搞笑发文：看你看你不看你不看你不看你，累死我了。再配上几张真的没在看镜头跟直盯着镜头的照片，只能说天后实在太有才，连说话都这么幽默。他加码说，这样的拍照方式让他差点精神分裂，还说摄影师的说话方式根本可以当饶舌歌手。网友们纷纷留言，姐辛苦了，美照的背后眼神也太不屑了。这还不够，九令三十日一大早再度po美照闪大家，照片中这件红色洋装性感程度你自己看啊，要穿不穿真的令人受不了，只能说天后一出手就是美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